是8月3号啊，星期二，天气呢是阴天啊，阴天了。我今天想去把砍下来的车道附近的这个一些木头呢，给处理掉，顺便整理一下下面的车道啊，因为已经堆积了很久。只是这种天气是不是能够把火点燃？那就是有待商榷了。但是所有事情呢，还是要尝试一下。那今天还有一个工作，就是想去把菜园子式的这个地瓜叶呢，稍微的收割一下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菜园子式呢，里面有很多杭菊。可能想把杭菊给搬出来，因为杭菊好像种在花盆上面不是很理想，所以我想准备把它搬出来，那顺便把菜园子室呢，整理一下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一起的工作，等一下我们就要上工出发去咯。好，今天主要早上就是整理这一条车道，那这条车道是邻居家呢要去巡查水源的一个路径啊，久久就帮他们清一下吧，要不然他们走这条路啊，可能会非常紧张，就害怕。啊，今天终于把这一条距离将近百米的车道了，整个都清理好了。OK， 这是我今天重要的工作之一，已经做完了。那现在要去先喝口水，等一下再去整理一下菜园子。是的部分了。